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你上次提了号没了是吧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我现在已经跟草丛融为一体了。为什么这个棍子带亮的呢？全军出击！先学个艺，在这里等着个远程英雄啊！想打远程英雄，先在这等。他是什么装备了？不是他是什么呀？胜利之枪啊，卢仙，直接跟他干，十个药上来就征服者触发，套点炎。我不知道他这个点炎的意义在哪儿啊。别被他抠了，下一个抠不吃。他的血量比我们血多，而且他在塔前，所以下一波呢，抠到我了，我们得升级才能打，现在不太好打了，别着急啊。这一会儿升的有点慢，还好我们一个技能没交啊，一个技能没交可以接受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这一波升的稍微是有点慢了。你要来了，你要来，你等一下吧。你追吧，我就不追了。哎呦，还好啊。交闪了是吧？啊，他交闪了。那交闪了，下波不死了吗？注意看，我下一波这局就盯着卢仙杀。对呀，就盯着他杀呀。那前期有小失误，其实不太应该站草丛里边。他升二了，他敢进来，我们没办法。卡兵线，他没闪。艾克来，直接一 A， 拔管溜，直接抠，有减速就行，闪现。这点炎就不放了啊。放点盐不合适。收不收？不收了。不收，我们薛微吃手塔皮吧。其实这个卢仙不算太亏啊，他只能是小亏，因为他兵线他都吃着了，他没有算太亏。这小子这防御天赋还挺膈应人，我还得先把他骸骨给打了，我不打他骸骨换血还换不过呢。挺讨厌这个牌子。但我们这种近战英雄破远程英雄的骸骨挺费劲，不好破。
地不宜久留。我现在破的骸骨意义也不大，拉倒吧，不破了，先把塔都吃了，先把塔下兵人都吃了。人儿没了呢，上哪去了？这是个木棍子，我发现的。妖怪哪里跑？打上去有那种棍子的声音，木棍子不是铁棍子。这边赶紧推啊，让对面辛德拉没办法支援。他直接打我，我没办法杀他，我杀不了。哎，交个大就交个大吧。他也知道我要杀他了，其实他也知道我要杀他了，感觉到他要死了，这边再杀吧。别放眼，别放眼，别放眼就死，别放眼。 OK， 别放眼，我出来。为了赛道，他为了赛道，为了什么赛道？可哪呢？我把你拿下。哎呀，这是要追我，我一瞅。他在变，把你那蟹给你再抢了。那亚索是退出游戏了是吧？哦。差个坑，我操！护甲鞋，觉得有点着急了。我寻我走位能把他坑给堵上了，但是没躲掉。我是想我转的时候正好我们旋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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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能万一能把他 Q 给他躲了，把 Q 一躲这边能杀，但 Q 没躲掉。
给我留个一血塔，可以。俺们家少个人呢，快！没上来了，可以啊。艾克还给我留了个一血塔，不错啊。真不怕死了，我发现这布甲鞋就狂成这个样子，也不知道狂什么。我想骂人行不行？我能不能请求一波骂人？我能不能骂？行是不是？我骂一波。你说你他妈的像个傻逼似的，你玩个炉心还在那出，还在那出布甲鞋先出。这波应该杀了银马的，不放 W 好了，不放 W 正好够一个 QE 的蓝，这了银马死了。哎，我说我怕他踹出来那一脚，你知道吧？快骂，不然就举报。真的像个傻逼似的，你说你他妈玩个炉仙还出布甲鞋，你玩那炉仙干什么？那就像个精神病似的。我骂完了，该你。走神了，确实走神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能不能追？能追。可以出来。谢谢皮卡丘雷丘的一个飞机，谢谢。该去下路了。不过这波我也没空啊，我把他杀了。我把他杀了，我就只能推线了。哎，我就一直在听着这下落。阿的阿来还是奔死来，阿的阿来还是奔死来，按的米大波扣 ，Rampage， Dominating， Godlike， Legendary， 就这样式的呗，就还能行了不？阿的阿来还是奔死来。哎，我终于听到一个 and enemy has been slain。
中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。这波不去，给了，这波打红。嗯，这一波一定要打红，知道吧？收兵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这两个人为什么会从这里出现来？哎，好奇怪呀、啊！这俩人怎么从这里跑过来了？他俩不去推中，他俩来这个干嘛？天哪！不是我贪啊，那中路两个人在这打艾克，他俩不去帮去，他俩跑，他俩这么绕这么大一大圈过来，来这里，我都不知道啥意思，我都没明白啥意思，这俩人。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这么走道，我只能说我碰见了两个傻子，没办法。队友在哪儿？跑得好快啊！咦！没关系，能打。伪五杀啊，不对，伪四杀。我刚刚只是拖一下技能。想来一波五杀的，失败了，哎，失败了，撤吧。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知道因为啥失败吗？因为差了100块，打个谢吧。这有126，可以接受。不去了，这不是？哎呀，碍事都上了，我也没招。陈半敢拉大招，放的挺准。哎，打死你！我都没想上。守中啊！把中路守下来，这波2换2还可以接受。你别死了，你哪有伤害呀，你后边瘦瘦不行吗，妹妹？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完了打不过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也就艾克还能像点人了，兄弟们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玩吗？还玩不？还玩不玩？你俩，你俩到底想不想玩游戏？这要干嘛呀？
这关又打五个。剩俩。银马其实没啥伤害，亚索要有助攻型。哎，他把 E 给用了，小龙把小龙打了。那女警跟他截拉，我也不知道这俩人要干啥。打信号吧，不听，哎，就必须得送，就送。就必须得送，也不是说没有人给你发信号，还有那女警，那后边银马在那瞅着呢，眼瞅着那银马在右边啊，眼瞅着，拿屁股我都瞅着了，不要了这波，你走，或者你跟他抢一下就行，你抢一下他能放过你吗？看来是不能，好吧。咱俩太膈应了，这场莫敢浪啊！银马不好使，是敌是，没啥伤害，打吧。大龙，往大龙走来，我有吸血。你把这个打了。你打那个吸血，这女警，我真是他妈把你妈都给杀了，真是。谢谢蓝炼汉的幸运。幸福，谢谢蓝炼汉的幸福的一个飞机，不应该骂人，我打我自己一个嘴巴子，但是太可气了，太膈应人了，这种真的太恶心了，好恶心呐、啊！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正常的语言来形容这种人。一换三推中啊，推下路吧，走吧。一会儿去把红拿了。不是说段位问题，跟段位有啥关系？他不就下路自己崩盘了，难受了，生气了，不想好好玩了，就这么点屁事儿，跟我扯什么段位？菜！就完事儿了，还在这断不断位呢？菜又菜，脾气又大，就这么点事儿，还扯断位，老扯断位，扯什么断位？人儿的问题。杀戮堆，
银马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肉？可以杀，全杀，通杀。我刚打嘞，我们三打五。两个防御塔我扛不住，拉倒吧。艾克能大回来吗？大不回来，他回来干啥呀？把家拆了，拿下。队友这玩的菜不行吗？没让他不拆，没让他拆，算。咱没不让他拆吧？啊，咱没不让他拆吧。